所以我还蛮官方的目前。谢谢你。那在剧中好像有，就是那个夫人是偷吃成性，那现实中有遇过这种对象吗？通常那个作品里面都有创作者的影子在里面，所以我就可能要问导演。导演怎么说？就是过来了，为他们量身打造的。这个就要请男主角来回答你。这个导演刚才说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了啊 ，OK，、嗯、所以我们请男主角来回答你。刚刚导演讲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。OK， 那我们请男主角来回答你，来嘛来嘛。那我们请女主角来回答你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这样的戏份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偷吃的是你耶，所以请女主角来回答你。有被偷吃过吗？这样说。有被。有。好好的一个记者会，你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对啊，我觉得那个，因为现在很幸福，我觉得就不要再想这些，不重要不重要。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啊，很幸福的，好像不止你，还有马导。咦嘿，哎哎，我们那个奇幻影展的闭幕片，是，对。还有我们5月11号，对不对？5月11号上映，正式上映，对。